我们在别人家里要让着人家，要礼貌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着他的。去睡觉吧。哎，礼貌，微笑。放心。去吧。有人了，在哪儿？你也太阴险了吧！这里是我家，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？邀请来的才是客人，我也邀请你来吗？算你狠！你能给我一条毯子吗？给。能不能不要对着我？这都给我！喂，你能不能把灯关了？你自己关去。这是你家，当然你关了。就随便吧。还不关。